乞丐三言随地会行，地道修好意念无量，开道修好心念无染，说道修好口念无失。哈，学佛爱体解大道啊，体解大道爱时时呢修好咱的三业。三业，那就是口业、心业、意业，开窍动心啦。讲话呀，爱真谨慎啊，讲话那有一点啊偏差，有意诽谤。或者是无意出言差错，这拢是对咱德的损失啊！不只是今生失德啊，也来生世也嘛是因缘果报多啊，所以咱修行。在心口意这三样，要真谨慎，修好咱的意念，唔通有起心动念，自然呢，咱的行为啊就袂偏差，开口动舌啊都袂有作业。总讲一句。这三言啊，是随着智慧行，将意用心深入啊，三生智慧呢，咱就会当三言啊，对啊，人世间无不都是造福。口业所说的呢，是真道理，净化人心；心业呢，所行是善事，利益人群。所以咱来体解啊，三业随地会行呀，地道咱来知影道。既来人间修行学法啦，咱应该爱了解这个道要安怎行，你要安怎通天，那咱必定爱先修好意念无量，咱爱把烦恼拢总去除，唔通搁有。烦恼无明，佮侵入咱的心内啦。这心呐，会当真清楚、明白了一切的道理啦。那安尼，咱的智慧才会成长。咱既是知道啦，咱更爱是开导。啊，要做开导者啦，那哎，修好心业无染，咱家己的心行，真正爱修好好啊，行善道啊，在咱日常的生活中，举手动足啊，无不都是。就是咱造作的善恶业，到底你是要去救人、帮助人呢，或者是呢，
要去花花世界去享乐呢？或者是伫外面为非作歹的代志，这呢，这是咱的信仰，守护信仰无恙，才有法度带人行好这条的道路，有路走，咱都爱带人安怎样呢？来破开、离开这个路障啊，让大家人呢有一条平坦道路好行过去。这呢，就是叫做开导者。咱也嘛都爱成为一位说道者，带人行，也嘛都爱讲予人听。那要讲话予人听，咱都爱真谨慎哦，守护口业无失。在佛陀的时代，一个囡仔细细汉会晓讲话开始啦，就是一直呢，看到人就讲，生死极苦。因为阿呢，伊个名就大家人叫伊生死苦，伊从细汉一直到大汉呢，都是拢讲好话，看到人啊，都甲人讲因果轮回极苦啊。那有一天。甲伊个朋友呢，伫郊外伫咧行个时，拄好佛陀为大众说法，伊呢就安尼静静啊，伫佛个远远个所在，伊向佛陀顶礼，然后就坐落来听法啦。佛陀也远远呢，看到这个年轻人，安尼赶紧来咯，坐伫听众的内底呢。佛陀话机一转呐，开始呢就说四谛法，就为生死苦啊，伊呢。迄、那个欢喜呀，好亲像呢，伊一世人想要找的道啦，已经呢心开意解了啦。回去厝里，向伊的父母苦苦哀求啊，可以会当跟随佛陀出家。这位生死苦来到佛净团中，得到佛陀修为净团，比丘也足安心的。大家啊，迄、那个心情真平静，安尼用功听法，寂静的心境啊。佛陀每回的法呢，都是启动伊的心，所以得了阿罗汉果。那介伫咧动修的人呐、啊，看到伊这么只安静用功，固固的法呢，都会当得到，所以这。有人就来问佛：“佛陀啊，这位生死苦比丘，到底是什么因缘啊？哪会当学佛这么正顺畅，这么紧就会当通达诸法呢？”
佛陀开始就向大家人安尼讲啊，就讲过去啊，伫现界加入佛这个时代的内底呢，有一位小沙弥啊，这个小沙弥啊是聪明嘛，有一天呢，看到外面啊，有真闹热啦，诶，这个庙会啊，啊，就赶紧呢，入来甲伊个师父讲，师父，今仔日外面啊是足闹热的哦，咱赶紧来去突破啊，一定呢，咱会当满载而归哦，我一定会满啦。师父就甲伊讲，时间也早啦，你好好静落来，好好静坐落来。但是啊，这个小沙弥啊，坐，人是伫内底坐啦，心也是伫个外面哩，还搁再甲师父讲，师父，咱是毋是提早出门嘛？师父都搁甲伊讲，时间也早，静静坐落来。哦，心啊，开始呢，伫外面啊，第三处，师父还是同款，这个小沙弥呢，内心火大啦。这个真火呢起啦，他呢从口而出啦，你实在足顽固呀，扎死扎好，就安尼呢徛起来啊，我体力呢就出去啦，就安尼出去外面啦，但是哪行，家己哪反省啊？我无尊师，不中道啊！哇，我错啦，错！我爱赶紧转来去，到师父的面前叩头礼拜，表示忏悔啦。就安尼，这五百岁啦，在地狱中啊，佛陀呢？就讲，这位圣师库，这是当时那位沙弥啦。虽然啦，伊有经过了安尼的错误，伊嘛有赶紧忏悔，但是呢，业已造成，也是同款呢，爱受这个业报。但是呢，这个福报啊，甲这个慧根，也阁是存在啊，伊才会当生在今生出世，得富贵人家啊，会当修巧业啦，时时宽善，那有这个因缘呢，来接受。佛法出家啦，那得阿罗汉果，可见啊，咱得了解真正开窍洞悉，无不是假啦。咱必定呢，爱在这个三业中，咱来体解这三业。爱好好修好吼，那下面恁都会当搁较了解啦。啊嘛，前面的文呢，理道者领道，理解者领解，理安者领安，那理涅槃者领得涅槃。下面再接落来呢，就讲金色、红色。
如是地之，我是一切地者，一切见者，地道者，开道者，说道者。佛陀又再搁再表达予大家人知吼，今世何世，令三达如是地之。三达明就是讲通达无碍，真清楚呢，拢总了解有三项啦，那就是宿命明，天干明啦，也个有六尽明，这三明哦，那宿命明啦，就是啊，通达过去，那天干明。是通达未来啦，六尽明是通达的现在。佛陀既了解过去，通达现在啦，当然啦，嘛以未来啦，明明了了，通达无碍啊。这是佛陀伊讲，今世何世如是地之，这是要给大家人相信佛陀呢。所了解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所说要甲咱讲的道理啦，希望人人呢会当潜心信解哦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一一清晰这个三达明啊，拢总呢真实在的了解吼、哦。那来地基。因果一一拢是因缘果报，不管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啦，爱要通达呢明净地之境，显了分明吼，爱先了解迄个因缘果报，就是佛的三达明的智慧地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搁在呢，真清楚，甲咱证明这个地的境界。所以下面搁接来讲，我是一切地者，一切见者，佛陀也搁在再作证明，这个、意识拢总了解啦，从感识。见吼，所以一切地者，一切见者吼，那就是因为目睭看一切，伊目睭所看的呢，心内所明白的吼，所以啊，推这个眼见来了解道理吼，觉了因地正见明白透彻。不管呐，所以唔只是干呐，咱的肉眼呐，应该也就是咱的见解。所目睭外面接触的呢，内面意识的体会，迄种的见解啦，佛陀呢一眼了然，会当了解啦。这就是佛陀呢，伊的一切地者，一切。见者，所有的一切呢，无不都是透彻哦，这个法的源头，那就是佛的地见呐。所以一切地者，就是讲佛为有如理地，因为佛陀呢，记住了呢，有这个如理的智慧呀，就是。可以诸法真理的
地，吼、哦，也如量地呢，那是同一诸法殊胜之属地。如理地呢，就是诸佛菩萨以如实之地啦，体见实际之理，所以妙极极净啦，无增无减，这叫做如理地。好，这个境界啦，是诸佛菩萨呢，伊已经慧命是清净无染着的，所以啊，一切万物啊，对佛菩萨呢，拢总无增无减嘛，无有得失心啦、啊。迄、那个心灵境界呢，会宁静，才会当呢有天地万物真理用力本性觉海，这种会如理地吼，也如量地呢，这是世俗的道理啦。世俗人凡夫的烦恼，佛陀呢？嘛，都爱一一去体会啊！佛陀呢，的智慧啊，也爱通达呢，因缘众生无明的心态，这就是佛陀的如量地去测量呢，这个众生啊，伊的根基，伊所需要的，伊所要追求的，是虾米款的法？佛陀呢？爱真实体会吼，这叫做如量地。这种处世出世呢，一切诸法的智慧，佛陀呢，伊真正的具备，所以伊来回人间呐，如积分量，这叫做如量地，嘛就是称为做何得地吼。接下来再讲，地道者、开道者说。道者，意思就是讲，佛陀善知一切道通识之相，知真实之道，善令开示，为众生呢说无上道者。哈，世间魔作恶事，障碍偏多啊！佛陀，伊就会当来甲咱开示要安怎做啊？为众生呢说无上道者，这就是佛陀，伊是知道者、开道者、说道者吼。那道这条道呢，就是佛的中道第一义体吼。无偏移啦，就是行伫这个路的中，不起又不起空啦，是伫真空妙有呢。那是修行明白道理哦，因缘果报可怕啦，生死极苦啊！我唔敢过来咯。那这是执有啦，有因缘果报，我无爱搁甲众生攀缘。也那执空呢？我起立涅槃呐！我世间的代志甲我无关系，好多呢。行在中道，
时空无唔到一切繁华，但是呢，这苦已经造成在人间，那无赶紧呢，好好投入灵根中，那可以了解因缘果报啦。无说道者呢，那么众生迷茫啊，那苦难就偏多啦。所以佛陀呢，就爱搁在勉励人人。真正回报福音，都爱立灵根中，这叫做第一义体，这就是中道。那咱学佛干就是要依佛同款呢？那众生呢？众生烦恼啊，为多智障蔽，佛陀已经通达无阻啦，以三达通明啊。但是咱凡夫呢，都未通咯。凡夫呢，众生啊，就是烦恼障碍了咱真多一道。所以唯有佛啊，能开法，吼、哦，发性力动，伊会当甲咱替咱开导，互咱了解呢。咱人人本具法性，人人呢都依佛同定，这个道理呢拢相同啦。那只是咱众生呢，会根基。有无共吼，参差不齐啦，所以为佛能方便演说，不偏于空，也不偏于有吼，非空非有啦，亦空亦有啊，不落二边吼，那圆融无碍，为之中道，这就是啊。佛陀来人间说法的方法啦，好，佛陀说空，佛陀谈有，那在空有中间，这才是佛陀呢的真实道。各位，学佛真正爱脚踏实地啦，爱好好用心地道修好意业无了。开导修好心业无染，那说道呢？修好口业无实，所以咱爱三业啦，爱随着智慧行，所以咱爱时时多用心啊。